来吧，我们让它蒸淋，然后看看会变得怎么样。观众，欢迎回来我们的模拟市民室。OK， 我觉得楼上可能需要有一个垃圾桶，这样子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脏，对不对？他们吃完也没有拿下来，所以我们先来弄一下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呢，主要还是要让这个将会的部分哦，赶快完成。那如果文斌的部分呢，可以工作，我们就去工作，还有七个小时，所以待会应该是会遇得到了。现在是凌晨的两点多了，所以我们先加速一下，让他们去用一用吧。然后把文斌的部分呢，文斌暂时没什么 ，OK， 先加速吧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的刺猬呢，开始活动力也是低下，给姐姐做一点事情嘛，给她喂个点心。然后跟他一起玩，然后交谈，然后爸爸呢还在睡，爸爸来把这个地给拖一拖吧，拖一拖吧。好，看这个洗衣机要不要洗一下，或者有需要升级的。我们大概这一季呢就会玩到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，然后小孩长大，大概就会把这一季做结束了。那之后还会不会再玩模拟市民就不一定了，大概会做这样的终结。好。我们先等他吧，我们等下去做警察了。做警察还是比较有趣一点的。小孩给我们的 Summer 来顾好了，好吧？不要哭哭了，不要哭哭了哦。喂个奶瓶。吸血鬼在苏娜那边，不过我觉得苏娜那边应该还好，没有什么太特别的部分。好，各位准备了，我们准备去当警察了。两个小时后就要上班了。只有文斌比较正当的，然后其他的都是在家混的。OK， 一样。首先的任务呢，就是来浏览电脑的资料库啦。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啊，浏览警察资料库，然后在调查站找到罪犯的证据照。小孩长大没？好啊，待会去看一下。来吧，先把他拍照，先把他拍照，尽量完成，尽量完成。然后接下来是跟同事讨论案件，同事讨论案件 ，OK。然后等一下就巡逻，审问嫌疑犯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去巡逻好了，因为目前看起来呢，线索应该是蛮不错的了，待会再推入看看。来，我们再找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位哦，跟更多的市民聊天。这里呢，我觉得要找到也非常困难啊，大家在这边吵闹的话，也是不容易的。那沿途如果看到有人吵架的话啊，咋看到看到？果然有人在吵架，来，准备发传票过来 ，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， 开始理论起来了。OK， 各位完成一张。我们想去哪里呀、啊？传票还没拿呀、啊。哦，怎样怎样袭警哦？哦，各位，其实这次蛮成功的，就算没有抓到犯人也还 OK， 好不好？然后刚刚他们打架，好、哦，还有搜巡逻两个小时这样子。如果有人打架，我们就来再给他开一下。通常一个地方能找到一个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没有的话就让他巡逻了，然后继续巡逻两个小时。巡逻完也差不多要下班了，我们就不再加班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回警察局哦。因为传票应该很难发出来。接下来还有一些平民犯案，然后警局局长的对话，局长对话这个重复再接一下，这个比较简单。好，先让他聊天，好吧？我们是六点结束嘛，还剩一些些就要完成了，剩一个小时多。好啦，差不多下班了，差不多下班了。他运动的好像是在楼上啊，我们那来不及了。445算不错，445还不错。然后表现你看，已经几乎要到下一个了。我们的阶级应该要再往上提升，一样15个小时就会上班。那这个你看，再过不久呢，我们就会再升一阶了，所以这个是比较不错的。好啦，现在重点再回来我们的江慧的部分。江慧目前的状态呢也是 OK 的，所以江慧我们再打电话给我们的陈志哥，打电话给我们陈志哥要求约会。好，来各位，我们可以选择要去哪里了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，不然我们去这个博物馆吗？好，我们去这个新的地方好了，博物馆来看看。这个之前呢，我们有牵狗狗来这边过，对不对？在这边我们好好再跟他继续的这个讨论一下，让这个爱情达到更高一点点点，这样子就可以跟他再继续分散出去，分散出去，在灯塔里黑熊，这个都选一选。直接选比较快。灯塔在哪？我还是第一次来。我来看一下灯塔究竟是在。哇！还会号角啊，还会号角。爱情灯塔 ，Yep。好，接下来继续跟他交际好了哦，在这边继续交际啊，总共还有六个要用。哎呦，调情了，要两次，要两次哦。可以啦，今天这个一定是没问题的。我跟安宝，哎，急着要长大了，急着要长大了。
拜拜拜拜。向他求婚喽，他会愿意吗？啊！都已经满成这样了还不行 ？One more time, one more time again. 噔噔 ，Yeah！ 一次不成功，二次就成功 ，Yes。Good， 好了，跟他订婚了，跟他订婚了，哥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然后这边的还没有，一起做，一起做。你先不要去厕所，我们尽量完成比较多的。好了，剩下两个这个调情的部分，但是现在是凌晨十二点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约会，就可以直接回家，然后等到白天一点点呢，我们再自己来跟他举办这个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啦。好，接下来让他先去吃个东西吧，把这个做一做，吃辣椒，蔬菜辣椒。然后我看看哈。他目前几点？九个小时就要上班了，九个小时。我们等明天早上嘛，所以我们就来开店好了，好不好？直接开店 ，Go！ 好嘞，各位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批评不能这样子，你们这几个都这样子不行。来，准备开始工作。然后等到白天一点，我们就关店，然后回去用这个陈志跟江辉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先跟病患打招呼吧。那我们稍微把这边再拓大一点点好了，哦。让他们可以在这边洗澡。好，那我们再买一个那个冲浴的、冲洗的、淋浴的。好，然后其他的交给我们助理。哎呦，这一次感觉蛮严重的，有点严重。员工休息室有啊，有给他们一个房间可以睡觉啊。OK， 呆狗症候群，整治一下好不好？呆狗症候群用抗真菌喷雾。Summer 时间所剩不多了，充分利用这最后的日子吧。哦不。惨了，妈妈要隔壁了，发光鞋了。不是啊，是他的脚有受伤这样子。好，来跟我们来检验一下啦。先看一下皮肤，看一下心跳，看一下他的眼睛。OK， 各位完成。现在已经六点多喽，差不多喽。松鼠抓了，来吧，治疗他一下。好，各位应该没有猫了，应该没有猫了。哦，等这一只弄好，我们就让它结束。哦。好了，去厕所吧。丰收季喽，刚好丰收季，待会回去看一下我们种的有没有长出来。好，可以了，各位，我们关店。你看，哎、欸，你看，秋季这样子，然后整个地方都是树叶耶。我们来爬树叶看看。然后这边的这个咕咕咯，把它全部收成。猫咪的草这个也都可以把它卖一卖，因为我们也没给它吃。好了，然后妈妈说她的时日已经不多了，那就看到时候呢，将会来看看可不可以帮她求情这样。现在天数呢，大概剩下这边就要结束了 ，summer 就要升天了。爸爸哭惨了，对呀、啊，妈妈其实已经死过一次了，然后是因为那个姐姐求情的关系。好，你看，那这边树叶的话，应该就可以继续爬。燃烧是什么？我看看，燃烧是什么？哎，他说我们要赶快复电了，我们来燃烧这边的树叶，看看会不会整个烧起来，好吧？点起来，哇哦，它会不会烧啊？聚一聚是怎样？干嘛？草草，他哭哭了，叫瑞希来帮忙一下。哦，好多哦，好多堆哦。那之后可以把雪弄起来，堆成雪人嘛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也蛮不错的。然后他已经快要长大了嘛 ？OK， 直接蒸脸。那我们直接给他蒸脸好了，他就会自己动来动去了。那这个步骤，我觉得就是要给妈妈来用啦，给妈妈来用。好，来各位，来吧，我们让他蒸脸哦，看看会变得怎么样。吉泽明步究竟会变成怎么样呢？是金发还是红发还是黑发？剩了吉泽一个礼物，吉泽很快到达现场来了。他大了一岁了，我们给他选一个万能米好了。呀、yeah ，哈？怎么是短头发的？稍微好好教育下一代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就先帮他规划一间好了哦，因为毕竟小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本来还有三楼嘛，三楼还有一个房间没有用到，那我们把这个移到三楼的部分。把他移到三楼的部分，给他一个最佳熊好友，这个很棒哎、哦、给他一个这个可以坐在旁边角落的桌子，让他有一个美好的学习空间。然后椅子也把他买个，我们都用黄色的好了。我想把他头发换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换，这样好了，这样比较高追啦，好、哦，这样比较高追。不过我觉得衣服算好看的啦，哈、哦。刚才买的小耳不是他在睡觉的，好，那这边我再换一下，好吧。然后他还小，所以我记得小的也要给他买那种。练习用的马桶，那还要买那个餐桌，对不对？
欸、结果我们还没去跟他结婚呢，现在几点？7:55了。你今天要来我的生日派对吗？那跟我们去一下好了，好吧？小孩到这边，小孩到这边，来啦。OK， 哇哦，江蕙，来吧，继续跟他，慢的继续跟他牵手。OK， 来，妈妈继续教育他，好不好？这个呢，我觉得妈妈来让他学习尿尿。如厕的训练跟狗狗一样，昂得要如厕的训练，还这样子哦，好像会倒掉的感觉，这样他应该就会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好，最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苏娜那边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小孩子，哎，小孩子还没长大嘞，小孩子应该也是吸血鬼宝宝没有错的，但是看看他会不会狰狞了，如果可以，我们也让他狰狞，可以了，让他狰狞看看。看看他像爸爸还是像苏娜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各位准备，我们让他狰狞完，我们就要收台。那么，噔，大一岁了，这个叫东林大木哦，所以我们让他用一用万能米好了，好不好？万能米 ，yes。哇，怎么跟吉泽长得一模一样啊？脸有点不太一样，脸有点不太一样。希望他以后可以当个电影明星，好不好 ？OK， 各位观众，那我们，哎呦，爸爸怎么来这里了？爸爸居然来这里耶！超神奇的 ，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的模拟市民就先玩到这边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从小朋友的部分开始着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影片呢，记得帮我再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小铃铛，追踪我的看台。我们下礼拜的模拟市民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